哎，对不起，这个礼物太大件太重了，麻烦你帮我搬一下。好了，搬到这边就可以了，轻轻地放下来。再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蝴蝶结给绑好，谢谢你哦。趁他手忙脚乱不注意的时候，就是要开始整他的时候了。哎呦，你的礼物怎么缩水成这样了？这跟被太阳晒到有关系吗？这也太搞笑了吧，怎么会变这么小一盒？这是我在产生幻觉啊。小姐啊，发生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啊。你别解释了啦，就是这卡我把它搬去送人啦。好吧，你不奇怪能接受就好了。